饲羊啊，捡鸡卵，过去只常常看到这生态体验活动，暂时有可能是违法的。在桐园都有农场好禁忌，那是无改善，有可能会开罚5万到25万块，好农民感觉是不合理。鸡的不能也够有鸡母带鸡仔仔，青龙种子场伫桐园龙潭区经营农场，除了饲两鸡白鸡卵。推出出租鸡仔仔甲赋能体验，推广生命教育，也有看鸡、捡鸡两种生态体验。最近予人检举违反动物电影法，农民讲这予伊唔知要安怎做，认为不合理。做体验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在做的，那他们没有被检举，他们可能不晓得有这样的法规。那如果说他真的触法，他可能就会被直接被开罚。动保庭原告长勘察了后，认为出租鸡仔仔属于商品买卖，是市场自由，并无违法。不过农场有收门票，多来游客看鸡、捡鸡卵都被盈利，会当罚5至25万。不过会先看到，那无改善再罚。有许多业者反映这个门槛太过于高哈，那这个部分市府已经有放宽相关的一个规定哈，只要你有营业登记或者是。税籍的一些证明的话，就可以提出申请。动保处表示，动保电影管理办法在1988年九月修正过了后，业者需要有观光旅游业、休闲农场，或是教育机构资格，才会当提出申请。目前市府已经放宽规定，会继续协助小规模农场取得动保电影许可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